宋城千里情，是一台大型全景式的真人表演节目，从远古时期的梁武文化开始说起，然后是赵构在杭州建立南宋小朝廷。这一段呢，它是占的比重比较大。现在我们看到大多数的这个表演都是这个时期的。后面呢还有岳飞、抗金啊，然后这些个保卫南宋的这些战斗的一些故事。最后结尾的时候是这个一些传说，像白娘子啊、许仙啊。金山啊，那个场景还是挺震撼的。最后一节是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大决的场面，也还是很精彩，值得一看。今天我们就话不多说，请大家欣赏精彩的片段。高宗忍辱负重，励精图治，终于铸就南宋150年的基业，深深地影响当时的中国和世界。这一段表现的就是岳飞抗金的故事。那是白娘子水淹金山寺，舞台上这么多水，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安排，不知道往哪排呀。现在梁山伯出场了。现在是化蝶的舞蹈配着激光秀，整场演出一个多小时，节目可以说是精彩纷呈，就是票价有点贵。今天呢就介绍这个宋城千里情，
谢谢大家收看。